如果你哋要支持好食之徒嘅话，就要 like 我嘅 patreon，like 系唔够嘅，系要 share。好食之徒咧，今日嚟到呢个连卡斯嘅呢个二哈蟹茶餐厅咧，呢度食饭啦。咁我哋两个人咧就嗌唔到咁多菜，只系可以嗌到两样菜嚟介绍俾大家。第一个洋菜咧就系、这个鸭心鱼片啦。呢啲鸭心鱼片咧系带啲酸酸地咁嘅味道嘅，系非常之夜饭咁嘅。夜饭嘅意思就系讲佢可以送好多饭啦，佢嘅味道系非常之重。咁你哋有机会嚟嘅话，就嗌呢个鸭心鱼片。另一个洋菜咧就系、一个咸蛋炸苦瓜，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，一个咸一个苦，可以配合系非常之好啊。鹹蛋係好香嘅，咁樣炸個苦瓜之後，佢仲有個濕度嚟講，係非常之配合到嘅味道。咁下次你哋食飯得閒嘅，就過嚟呢度，你加嘅呢個魚蝦蟹啦。